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特别顶的脆皮烤乳猪，一只乳猪居然有这么大，而且它的皮吃起来比纸还脆。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，走。我的天啊，太难找了，找了可久，可算找到了。正好这边有预定吗？有，姓陈。这里好像是一家粤式菜，这几乎包场了呀，兄弟们。哇，这么大，这吃完都可以在里面跑上一圈了吧？而且视野特别的好，他们这的勺和碗也太特别了吧？他是碗，那我是什么？超小一个，脖子稍微有点粗了，记不上了。你好，女士，看一下我们的菜单。小姐姐，你们这是不是有一只就只有你们这有的，然后超大号的？是的，我们家是有一只猪，个头非常大，个头是不是？对，我还寻思这只猪有多高呢。你有我这头猪这么高吗？那这样吧，你就是要一个这个乳猪，然后剩下的菜你就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几道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菜单还挺厚，但我是没机会干了。等菜的时候来喝个小果汁。这是我们的特色菜，拔丝仙哇，这么高，这一根香蕉整的我吃不起的样子，短短的，这道菜咋吃啊？得亏我长得高点了嘛。这白丝香蕉再高点我都吃不下，这白丝有点扎嘴啊。这糖是苦的，就是又苦又甜。我今天不像来吃饭的，像来收稻草的。这个手感好像稻草人。香蕉。好软，好好吃啊，绝了。里面还有蔗糖。哇，这袋雨绝了。刚刚我看他们这一碗糖水四位数，这样子不就可以了吗？我真是个小机灵鬼，一手四位数。这个喝起来还有股甜甜的香蕉味，进来。哇，我们的大蒜意面。哇，这个肯定很好吃，必须得整一袋口。这个面真的特别鲜，不是那种圆的意面，是面条。这个意面缩得好爽哦。哇，太满足了。这龙虾没什么味儿，面条好吃。哇，这面也太少了吧，根本没吃够啊。这些龙虾打包回家，晚上我再自己焖一个。这摄影师我不要也罢，看来他这个月工资不想要了。特色菜，好的，鸡蛋面黄鱼。好的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鱼眼睛，有点害怕，跟它对视了呀，姐妹们，看它这个眼睛，我觉得真的可吓人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小姐姐还害怕我一个人吃不了这道菜。大丸子，这大丸子真的是一嘴满满都是肉。这鱼头子影响我发挥，但不影响我的食欲。再裹点酱汁。哇。特别鲜，而且鱼肉很滑，鱼肉和虾滑在一起太好吃了。哇，这鱼头看着属实有点吓人，嘴张太开了。你好，小姐姐，这个啊撤了呀。不用，我有点怕。谢谢啊。哦，哇，这么大，这个乳猪真的好大呀！谢谢。哇，需要给你分割一下吗？不用，我就直接这样吃。这个猪好可爱呀、啊，给你们看，它有睫毛，你看一下。这只猪的眼睛是托雷奥特曼的吗？这一个是闪闪的人爱款吗？哇塞，小猪就这么可爱，肯定得吃它呀。这一口口的嘎嘣脆的，哇，不爱就证明我对这只猪十分认可。这个猪烤真的超级香。这个猪皮超好吃，好酥。对这种卡兹卡兹的抵抗不了。这个猪有点瘦啊，里面的肉不是特别多。姐妹们开始干饭了，艾瑞巴蒂乐兹go。太香了。
哇，大满足啊！最后再来吃个耳朵，哇啊！这些辣椒也给它打包回去，别浪费了。你好，哦，你好，这个帮我打包一下，好，谢谢，全部都要打包。